主料：绿豆芽400克，豆腐干360克，蒜苗1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生抽、鸡精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豆腐干、蒜苗切好备用，绿豆芽洗净备用。热油锅，先蒜苗白炒几下，然后把豆腐干放进去翻炒一会，把绿豆芽和蒜苗青色部分一起放进去翻炒片段，使豆芽变软，加生抽和盐调味炒均，最后加鸡精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：用大火炒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